对啊，对啊，再继续问鼎立委，因为立委其实才能做的事更多，就觉得哇，就是哦，原来这就是政治，所以我也会有这一天，对啊，我还太菜了，城府不够深。往前一点，往前一点，那个太陡了哈。很平静，很平静，对，很 peace。就是有，就是希望可以澄清成功嘛。当然啊，希望，因为还是相信台湾是很棒的国家，对。中选会取消你的资格，那有没有觉得心情上有没有觉得想要不满的地方？是不会啦，蔡壁如都没有说什么了，对啊，不会啦，不会。嗯。那所以这一次如果没有成功的话，就是打算要在2024年的时候去问立委。对啊，对啊，再继续问鼎立委，因为立委其实才能做的事更多。我们就一切交给苏律师帮我发声，对，我相信台湾还是一个很棒的国家，我希望我可以快乐乐的在这个地方成长长大，我希望我的下一代，我的女儿也是，对，希望这一次能给大家做一个示范，虽然我是一个负面教材，但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示范。对，当你得知你那个议员就是被取消参选资格，你当下第一心情的状况？就觉得哇，就是哦，原来这就是政治，所以我也会有这一天，对啊，我还太菜了，城府不够深。他们，参观一下我们这个很细心的竞选小物，来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的面子，这一次的面子。哦，看一下，这个面子呢是可以重复再利用、重复再使用的。你看里面是这样，噔噔。然后这边放面子，然后你面子放完呢，哎，这个袋子还可以重复使用哦。对啊，你要放什么？放钥匙啊，放烟草啊，放几克都没关系哈、哦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细节，哎，细节。中正万华候参选人谢德贤，然后这边的数字是1126，一起420，126，我们一起420。对啊，投票日，投票日哦，记得哦。记得哦，是投票日。看一下，从2009年到2011年，到2015年，到2016年，到2018年，到2020年，到2022年，用音乐完成梦想，我已经做到了。接下来，谢德贤的下一步是要从政改变台湾。他们。然后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打卡墙，他们墙。如果大家有来南机场夜市，可以来这边他们墙打卡一下。哎，我们真的很来真的，认真的，超认真的。这面墙就是我的大图输出，然后这次的选举宣传，也中正万华不需要装乖，中正万华谢德贤竞选总部。这个是服务处的那个选民服务时间。上午11:11，1111，天使数字。下午4:20休息，下课。对，4:20下课，准时下课。万华三和弦，这边是我的证件墙。对，参观一下我这个很细心的竞选小物。来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的面子，这一次的面子。哦，看一下，这个面子呢？是可以重复再利用、重复再使用的。你看里面是这样，噔噔，然后这边放面子，然后你面子放完呢，哎，这个袋子还可以重复使用哦。对啊，你要放什么？放钥匙啊，放烟草啊，放几克都没关系哈、哦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小细节，来，细节。中正万华候参选人谢德贤，然后这边的数字是1126。一起420，
一二六，我们一起四二，对啊，投票日哦，投票日哦，记得哦，嗯、记得哦，是投票是投票日，这个地方很适合这边自弹自唱啊、表演啊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哦，这边有个小细节，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对。当你走到这边的时候呢，这边会有一把吉他提醒你，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台湾人。然后如果我没有在做选民服务，我应该就会在这一面墙这边自弹自唱写歌创作开直播，